我们还是要下去。哦，要见义啊，要勇为了。哦，你看老人家晚年啊，主要在香港。哦，香港啊，物质很发达，经济很发达，相对的造的业也会比较重啊。哦，哎，老人家不辞劳苦啊，在这些地方弘化。哦，而且香港是国内啊，哦，可以安很多大众的心啊，同修的心呢，啊。哦，那我们离不开社会人群呢，哦，那要尽一份力了，哦，这样我们能够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哦，哦，那修了种种的善根呢，但是只有一个目标，一个愿望，求生净土。好，那这样一个目标愿望就是心心回向。所有善根心心回向。我们假如断恶修善呢，我们求世间的福报，所做一切啊，都转为轮回善业了。哦，这个我们得要搞清楚啊。啊，达摩祖师传当中啊，啊，有一个人物梁武帝，啊，他在佛门做的善事啊，啊，做的贡献呢，啊，那历史当中找不到几个人能跟他比了。他建的寺院呢就几百间呢。护持出家人几十万人了。因为他是皇帝啊。做这么大的贡献哦。可是他还有求。要人家赞叹。一有求的心呢，就是轮回心。他所做一切贡献翻转成轮回的善业福报。哦，所以这一句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。假如梁武帝所做的贡献呢，他不求人家赞叹，他只求求生净土啊，梁武帝就往生做佛了。哦，这个差别很大哦。哦，不求世间果报啊，回向求生净土功德。一有求世间福报，那都是善业了。哦，六祖大师提醒我们了，生死大事，福不能救啊。哦，那福只是让我们感得我们去受福报而已哦，而且这个福报在哪里享啊？那还不一定哦。畜生道也有很有福报的哦，鬼道也有很有福报的哦。哦，所以修行人啊，不求福报，只求了脱生死。哦，那前面讲的自心性要啊，是专念阿弥陀佛，这是正修。所有善根心心回向啊，这助修，正助双修。哦，是正修偏重在慧，助修偏重在福。啊，福慧双修。有福报的人呢，临命终时心不颠倒，如入禅定，临终没有病苦，这是福报。
有病苦的就是福报啊不具足。哎呀，这个提醒我们了。我记得啊，自己小时候十岁以前呢，有记忆的，哎，一条巷子里啊，老人家怎么走的？哎，晚上睡着了，第二天没醒来，无疾而终。小时候的记忆就是这样，小时候没听说哪一个老人病了死在医院里啊，几乎没听到。现在才过了40年了，几乎听不到了，老人家睡着就走了，比较少听到了，很多都在医院里了。哦，那可见呢，我们这一两代人呢，太享福了，福报享的太过分了，把福都享完了，业报现前了。哦，所以师长这里这个提醒啊，很重要啊。我们要临终没有障碍，没有病苦啊，要好好修福，不要享福。福报啊，留在临终的时候享。啊，临终没有障碍了，哇，这是好地方去了。哦，就是能往生极乐世界做佛啊，离旧净苦，往生脱离轮回了，离旧净苦得旧净乐了。好，那么师长这里啊讲到了，病啊是果报，能不能把它扭转呢？啊，生死轮回都有办法扭转。小小的疾病啊，还转不了吗？哦，所以当然可以转得了。啊，怎么转法？努力修善。啊，《了凡四训感应篇》音字文。哦，所讲的。啊，真心为善呢，许多业障罪报啊，不知不觉都转了，啊，这样就不必啊受报了，哦，所以我们希望一生长寿，啊，长寿啊要健康，啊，长寿啊不健康啊就苦了，哦，所以健康非常重要。哦，假如说长寿啊，结果都是躺在医院5年10年，哇，那真的不叫享福了。哦，尤其中年以上的人呢，第一幸福的是身体健康，绝对不是财富地位。哦，那些没有用啊。啊，身体不健康，再多的人伺候你，也是苦不堪言。哦，所以要靠自己努力啊去修学。哦，所以无量寿经提醒我们，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，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好好精进啊。啊，万德洪明，能灭重罪啊！啊，果能一向专念，自然垢障消除。好，啊，不但道心纯熟，且可福慧增长。啊，临命终时啊，没有障碍，慎重现前。慈悲加佑啊，
阿弥陀佛放光，放这个无异三昧，我们佛光一照啊，入了这个宝智三昧了，接着师长啊跟我们讲到这个正住双修的重要，尤其住修是修福，谈到了有福啊，临终没有病苦，没有障碍，进一步啊，谈到因果了，七十五页第二段，佛告诉我们了，世出世间法，总离不开因缘，连佛说法度生呢，也是因缘。因缘底下呢是果报，世出世间既然是因缘果报，那你造善因善缘，自然得的是好果报，你造恶因恶缘，当然得恶报。佛49年所说一切经啊，从世上呢没有离开因果两个字了。所以我们修行啊要深信因果。信因果的人不怨天不尤人。是自己感召的因果啊。逆来顺受。我们假如有怨天尤人的心啊，甚至是言语，那就不够信因果了。而且怨天尤人呢、又造心业了。又造口业了。所以从今天开始不能埋怨任何人，逆来顺受，这个恶业就爆掉了，随缘消旧业，不能起心动念一言一行再造新殃了。好，那师长接着说了，这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改变的，佛也不能转定业，所以释迦族被灭族了，他这个定业转不了了，业报现前了，佛也阻止不了了。所以佛陀那个时代发生的事啊，都在启发我们了。好，因缘呢自己造，果报啊就得自己受。佛加持我们，保佑我们，用什么保佑？就是把这个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清楚，尤其因果的真相，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，让我们从经之后啊，起心动念，就晓得啊，我要造善因善缘，
远离恶因恶缘。哦，那这样果报啊，自然就殊胜了。那恶的因缘都不造了。所以我从今天起啊，再不造业了。从前所造的罪业啊，我们之前造的呢，业因呢、啊，虽在啊，虽然过去有造了恶因呢、啊，但是要有缘呢、啊，他才会结恶果了。好、哦，业缘呢、啊、断了，虽然过去有业因呢、啊，但是没有缘了，有因没有缘呢、啊，不会结果。哦，比方说今天一个红豆，它是一个种子，像因一样啊。把它放在桌子上，它没有其他的缘呢、啊，它不会发展了、啊。那种子还在呀、啊。这个种子你把它放到土里，给它浇水，它就开始发展了。有因，但没有这些缘，不会结果。好、哦，所以应当受的恶报啊，也不会现前。好、哦，过去还有一点善根，现在拼命造善缘，善的果报啊。本来这一生不能成熟，来生来世啊才成熟的。因为你啊断恶修善，善缘的力量加强，恶缘断了，维系的善因啊也提前受报。哦，就像我们哦不起恶念了，哦，那就没有这些恶的缘了，哦，让以前造的恶因现前。哎，我们都是念佛，那佛的种子最成熟，哦，那临终就是这个。金刚种子现前了，其他恶的因不现前了，我们就能往生了。那以前造的恶因以后会不会现前呢？还是会啊，可是我们已经往生做二维月之菩萨了，恶因不怕了。就像忍辱仙人遇到割力王，那也是恶缘了，恶因恶缘现前了。但是呢，忍辱仙人都是用真心呢、啊，所以这个恶缘转成法缘了，自己在境界当中提升了，还给后世所有佛弟子榜样了，所以恶缘也不怕了，所以最重要要能往生最重要。那我们看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
念佛的这个动画片啊，有一个人叫王呆头啊，哇，你看他本身智力就不是很好了，有点呆呆的了，哦，然后他的遇到一个修行人，看他可怜，收留他了，哦，结果收留他这个师父啊，哎呀，他学什么也学不了，人家就叫他念佛了，哦，哎，他肯念了，哦，啊，平常呢，他的师父有时候看他做的不对，还打他，哦，哎，但是他就肯念佛，啊，念呐，念呐，有一天念到大笑起来了。哦，他师父觉得他是不是有点神经不正常啊？啊，就拿棍子要打他。啊，他说师父，今天你不能打我了。嗯，啊，他不假方便呢，啊，不假方便，不用其他的方法，他就念这句佛，自得心开呀。啊，他深深唤醒自己呀，啊，把他的业障去掉了，啊，念到夜宵自然了，啊，智慧现前了，好，哦，好，哦，师长这里讲到了，哦，佛把这些道理啊给我们讲清楚啊，就是加持我们。哦，那说实在话，世间的名闻利养，一切财富啊，聪明的人呢，啊，都不要，就是看清楚了。万般将不去呀，啊，那都带不走，何必这么贪着强求呢？啊，而且它是个累赘呀，啊，这个我们自己呀，要去感受感受，哎，是不是累赘？会让自己，啊，不自在，啊，比方说好名，啊，出现在公共场合，啊，哎，人家有问到某些人，啊，某某人某某人介绍了，哎，就没有介绍我，哇，我脸很臭了，不高兴了。你说好这个名有什么好？搞得自己身心不自在。嗯，哎，哪怕哎，人家叫我的名字了，啊，还给我赞叹几句，啊，你看我飘起来了，都是烦恼做主啊。清净心啊，才是真正的乐啊，哦，法乐啊，这真的了，世间这些乐啊都是刺激的，你好名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不自在，哦，我以前见过长辈啊，坐火车
啊，台湾的火车啊，最高级的叫自强号。结果那一天呢，自强号没票了，只有莒光号。哇，他坐到莒光号一路上呢，嘴巴翘得很高，很不高兴。哎呀，我这种身份怎么可以坐莒光号呢？你说累不累啊？我以前听老让讲经说了，说在美国啊，你收入3000美元呢，你是住哪一区？4000美元呢，要住哪一区？你说累不累啊？搬个家好累的。就为了这个身份啊，好像显得我住这个区走路有风了。真的，这些东西都是累赘啊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啊。你说这财富，哇，财富啊，放银行会缩水了，我得买股票啊。哇，你看都在想这些事情。哎呀，这个命里有时终须有，你看为这些东西操了多少心。好，你真正把它看清楚了，就肯把它放下了，不跟自己过不去了，随缘够用就好了。所以聪明的人呢，不贪求这些东西，要健康长寿啊，要自己啊不生病，死的时候不生病啊，在佛门很多，往生的时候啊，站着走的，坐着走的，走之前呢，还跟人谈笑风生，谈完之后啊，对大家说：“我要走了，你们念佛送我。”啊，念不到10分钟、15分钟就走了，多自在呀！还嫌老和尚说成佛是大事啊，其他的啥都是假的，这真看破了，所以他走得那么自在。往生那一天说，干完我就不干了，他知道时间到了，晚上自己还敲影磬就走了。要靠什么呢？就是所有善根心心回向，愿生西方。把一切善根呢、都回向求生西方，在世间呢，求一个健康长寿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。在台北，有个莲友念佛团，一位老居士啊，李继华，80多岁了，他们成立莲友念佛团，那一天呢，他跟他太太来参加共修。他在车上啊，就跟他太太说了，他太太也学佛啊，也念佛。我假如往生呢，你会不会寂寞啊？他太太说，你能往生呢，太好的事了，
你不用担心我。哦，在路上问他太太，哦，后来到了共修了。哎，那一天本来啊，是一位啊未老居士分享。哎，他说今天可不可以换我啊？哦，所以这个李济华居士啊，就上去分享了，讲了一个多小时啊，80多岁了，讲完就跟大家说我要回家了。大家一听说、哦、他要回，下了课了，回家了。结果他一下台啊，旁边的沙发一坐就往生了。哇，好自在啊。哎，我们听到这些公案呢、啊，也是我们的因缘福报了，没有这个福报还听不到这么精彩的公案呢。啊，那听到了怎么珍惜这个福报啊，效法他们。哦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自己的未来啊，临终的情景，现在设定目标。哦，哎，那现在要怎么努力啊？哦，现在佛号越念越多啊，妄念要越来越少啊。哦，跟阿弥陀佛这个电波啊赶快接通了，啊、哦，极乐世界的 passport 赶快办好了，就自在了。好，好，那师长接着说了下一句啊，就是核心中的核心。乃至十念，十念呢是最少的。好，临命终时，十念一念呢都能往生。历史上啊有例子，不是假的。哎，待会啊，老和尚会举例。唯除忤逆诽谤正法。那这是无量寿经的句子。啊，师长举到观无量寿佛经里讲了。忤逆十恶，临终遇到圣缘，啊，殊胜的因缘也能往生。忤逆罪啊，不是不能往生。对呀、啊，《观无量寿经》是这么说的了。哦，所以不是不能往生呢、啊。可见这里啊，忤逆呢，是陪衬的一句话。最重要的是幕后这一句诽谤，诽谤的人呢、啊、根本不信，那怎么能往生呢？哦，所以换句话说啊，哦、如果不诽谤能信受，忤逆罪啊也能往生。哦，那这个给有造过忤逆罪的人呢、啊，安心，还是能往生。啊，善导大师说了，啊，此地讲的十念呢、啊，即是十句佛号，好、啊，不是普通讲的十念法，
通有讲到十念法的啊，是有的是静一口气呀、啊，是一念。这里啊是十句佛号啊，临终十念呢、啊，是这个人一生中啊从来没有听过佛号，甚至从来没有学过佛。啊，直到临命终时啊，才遇到善知识，啊，劝他念佛，劝他求生净土，啊，他一听就相信，就接受，就真的发心，啊，自听到佛法一直到往生。这么短的时间呢、啊，哎，他符合了自性性有，所有善根心心回向，他只想着往生净土了。哦，所以完全符合经典所讲的标准，所以他怎么不往生呢？当然往生了、啊。他符合啊，不过念的时间短而已啊。哦，当然时间越长越好啊。啊、哦，这是他的因缘呢、啊。啊、哦，所以讲到念佛啊，善导大师说得很清楚。哦，你看老和尚引的都是善导大师的教导。啊，善导大师就是阿弥陀佛再来了。阿弥陀佛啊，暴露身份呢、啊，就有好几位祖师了。所以你看，中华民族福报大不大？太大了。你看四大名山都在神州大地，你看善导大师，有明延寿禅师，风干和尚，这都是阿弥陀佛再来的。这暴露身份是少数啊，没有暴露的在多数啊。啊、哦，我们要珍惜身为炎黄子孙的福报啊！哦，所以讲到念佛啊，善导大师说得很清楚：善根之人是净行受，一生念佛。好、哦，像这样临终十念的人呢、啊，算是下下根，一生没有缘分呢、啊，遇到佛法。到临命终时、啊、才遇到，好、哦、好，当然了，临命终遇到了，哎，可以往生，啊、哦，可是呢，师长老人家怕我们听了之后啊，产生侥幸的心啊，好啊，我临终再来念吧，哇，那就麻烦了。这个心念就危险了、哦、所以老人家分析一下，让我们不可产生不好的心态、哦哦、所以各位要晓得啊，临命终时遇到、啊、最低限度要具足三个条件才能往生。第一个条件是临终时神智清楚、哦、如果临终病的人事不行，那这一点机会、啊、都没有了、哦、你念一生的佛，临终害一场大病，往生都不可靠，这要记住、哦、所以人不能不修福，修福啊，就在现前。
到临终的时候啊，想修复怕来不及了。要认真修复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要求临终的时候啊，清楚明白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我们冷静看看呢，现在临终不省人事的有啊，弥留了，甚至老年痴呆了，那这第一个条件就很难具备了。可是你现在就好好念了，这些业就能转了，能消掉了。哦，所以不能听到临终念十念就能往生了，那抱着侥幸的心了，不好了。哎，再来第二个条件，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，来了一位善知识，劝你念佛。哦，如果在关键时候啊，没有人提醒，往生也不可能。好，所以第二个条件是关键的时刻遇到真正的善友提醒你念佛。第三个条件呢，是你一听啊，立刻就信受奉行。好，如果不立刻信受，你快要断气了，那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。那要快啊，不能犹豫啊，丝毫犹豫都没有，马上就信受，立刻就念佛发愿求生。师长老人家马上举例子了，像唐代的张善和往生，是中国历史上人所重知的，他是临终十念往生的。这样往生的人呢，万万人中难得有一两个。三个条件都具足，缺一不可。张善和是他杀牛杀了一辈子，没有遇到佛法。临终啊，牛头都现前，跟他讨命了。他很惊恐啊，可能喊得蛮大声的。刚好有个出家人经过了。听到这个情况啊，来安慰他，劝他念佛。他接受了。而且一念呢，那个牛头就往后退了。哇，那佛号的力量很强啊。所以三个条件都具足，缺一不可，所以这绝对不是侥幸的事。临终十念呢，到底他的品位怎样？是不是就是下下品往生呢？不然善导大师跟我们讲，通于三辈，摄于九品，莫不往生。这个话呢，使我们非常惊讶，真正是不可思议。他的临终才知道念呢，居然往生还可以通于三辈啊，还可以到上辈去呢。所以我们平常人往生呢，品位高下，是看念佛功夫的浅深，是以敬业程度的浅深呢往生。
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不同。那忤逆之人呢，他造了忤逆罪了，他的往生是在临终那一刹那忏悔力量的浅深，决定他的品位。如果他是自诚心忏悔，彻底忏悔，哇，那他的品位一下就提升到上上品了。你不要认为他一生不相信佛，造作罪业，临终念几句佛号往生，说不定啊，他是上上品往生的。老和尚马上举例子喽。观无量寿佛经里，阿舍世王杀父害母，还破和合身，还和提婆达多合作出佛身显，造作忤逆罪。大藏经里有阿舍世王经，就是阿舍世王的传记，他临死的时候忏悔念佛往生，佛说他是上品终身，所以因忏悔的力量强，知道过去真正做错了，一念悔改之心啊，真的从地狱一下就超到上品众生啊，真的不可思议。因此啊，我们对于造作罪业的人绝对不能轻视。所以阿舍世王啊，这个公案也在启发我们哦。不能轻视造作罪业的人，说不定啊，他在临命中往生，品位比我们高，我们还不如他。这一段我们随文入观了老和尚指导我们不能轻视造业的人哦，说不定人家往生品位还比我们高。这个话有听进去了从今天开始不轻视任何人了。哇，那就普贤菩萨了，礼敬诸佛了。老和尚这些话放在心上真管用了，人的心就开始变了。所以一是念佛功夫浅深往生，一是忏罪浅深往生。所以忏悔的功德啊，不可思议。承德啊，也有听过一些往生的个案。忏悔蛮重要的。人一忏悔啊，真诚会现前。我们说一念相应，一念佛。什么心念呢？相应，真心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心去念佛，相应啊。一个人犯错了不愿意承认，能不能真诚？不容易了。大家有没有体会到比方说呢，自己错了就是不肯跟另一半道歉
心里是明白的，就是拉不下这个脸。哎，这个就是这个面子障住了，人的真心透不出来了。哦，所以我认识一个学佛的人呢，他也是啊，他五六十岁而已，生了重病了。哦，那我是因为啊，他们净宗学会的会长，我才知道他生那么重的病。哦，啊，这个会长很用心，真的把这些道长的同修放在心上。哦，我看这个会长照顾老人呢，特别细致啊，真的是，哦，哪个老人愿意留在道场，一心送他去做佛？而且生活的照顾啊，饮食啊，都考虑的很周到啊，都要让老人家吃的很营养啊。哦，这是我看到的。哎，不止对老人啊，这些为了道场付出的人，他都放在心上啊。所以刚好我去他们道场，他说：“法师啊，你可不可以啊？”给这个同修啊录一段话。哦，那这个道场那么用，同修们都这么用心护持啊，那这个我们刚好有缘，当然要尽一份力了。我就录了几分钟的话。好，我听会长讲了。这个同修呢，重复听了啊，陈德跟他谈的几分钟话，听了一段时间呢，应该没几天，他就不治了，这癌症嘛，不治疗了，啊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了。哎，这些例子都告诉我们了，当我们不留恋世间呢，真的是若一日若二日乃至若七日。癌症痛不痛苦啊？很痛苦啊。那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啊，子若一母，如母一子，母子立身不相为缘啊。佛菩萨念着众生就像母亲念孩子一样。哎，母亲愿不愿意孩子多受一点苦啊？甚至都想代他受呢。那佛菩萨的同体大悲超过父母呢？我爱汝等，你看《无量寿经》释迦牟尼佛说的，我爱汝等胜于父母念子啊。我对这些话100%相信，佛是真愚者，实愚者，如愚者，不狂愚者，不异愚者。哦，那世间哪个孩子要回家父母啊，哦，不双手拥抱的呢？啊，更何况是我们想回极乐世界脱离轮回苦啊。哦，所以阿弥陀佛没有来啊，是我们还留恋世间呢。
哦，还想哎呀，还想活啊，还想找好多医生呢、啊。这个心就不是求生呢、啊，不是自性性要啊，那不够相应了。啊，真的下决心放下了，哎，我接触到的都没有超过几点，他真下决心了。包含我们杨波医师，他的母亲下决心到往生，也没有超过几点。啊，他有跟大家分享过他母亲往生的实例啊。他夫妻都是亲眼见到的。好，那我给这一位男同修录音了。哎，男人呢，一般来讲不是绝对啊、哦，好面子啊，所以女人呢要多顾及男人的面子。你不要在别人面前呢讲自己先生哪里不好，这是犯的大忌了。哦，不要没事犯大忌啊！结果呢，他自己呀、啊，主动跟他太太忏悔，自己以前哪里不对。啊，你看，哎，这个当事人几天之后往生了、啊，可是你看他忏悔，真诚现前的，这个念佛不一样了、啊。好、哦，当然人忏悔不要等到病得很重了才想来忏悔哦，现在自己、啊。想到某个人心里还是觉得有亏欠呢、啊，啊，有惭愧啊，不好意思的，赶快去道歉呢、啊。学佛最重要的用真心呢、啊，用真心呢、啊、都是功德，说话是功德，做事是功德。师长接着说到了，我们学佛啊，要想符合经上的标准，就要一心专念，要专啊，自心一处啊，无事不办。好啊，师长用很形象告诉我们。你看一束光照下来，好，你拿一个放大镜，好，你看那一束光啊，透过这个放大镜聚焦成一个点，能把钢板穿透。你看平常一束光连纸都烧不起来了，你看这一束光聚成一个点，连钢板都能穿破，所以钻的力量大啊！专礼阿弥陀佛，啊，每天拜佛，特别是中年以上的人。啊，拜佛啊是很好的运动。啊，现代人呢运动量少。啊，这个老和尚啊几十年前讲的哦，所以这里说啊，我们跟大陆人比啊不一样。大陆人比我们健康啊，这个是对我们台湾同胞讲的。他们生活水准呢、啊、不如我们。当然这一段呢、啊、现在我去上海不能这么讲啊，
去沿海大都市不能这么讲了，不然人家都抗议了。运动量多过我们，他们出门呢没有车，要走路，离开都市啊，他们没有自来水，要挑水，他们的劳动量啊超过我们，身体啊比我们健康，比我们长寿，衣食住行种种条件不如我们，为什么他们会健康长寿？我们在富裕的社会环境里生活，学佛的人除了拜佛之外啊，也很少运动。拜佛啊，实在讲，拜的越多越好，至少一天呢、要拜100拜，当然能拜300拜啊是最好的。300拜啊需要1.5小时，分3次拜，早晨拜100拜。中午拜100拜，晚上拜100拜，对于你的身体健康啊，一定有好处。哇，那这一段我们一起学习了，这从今天开始要拜了啊，不能是白学了啊。好，哎呦，现场有不少人啊，我这句话说出去了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啊！不过我很有福报啊！你看这么多人监督我啊，这也是我的福报啊！所以当然这一段还有一个重点啊，让我们留心啊，科技发达了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人的身心疾病越多了？对呀，所以因为享受科技发达，最后产生身心疾病，你看都不动了。所以我们要善用科技的好处，但要避开呀。因为科技太发达啊，我们假如忽略了运动啊这些重点了，那就受其害了。这些部分呢，我们自己都要懂得啊，因为毕竟啊，修行还要借假修真呢、这个身体要怎么样啊？保护好啊？怎么样锻炼好？这个不能不重视啊！尤其啊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要照顾好。孝就要从这一句开始落实了。好啊，所以很惭愧啊，我没有照顾好身体啊。你们不要去跟我妈妈讲啊，大家也有敏感度啊，这个离母亲这么远啊，有些事情啊，会让他操心的，就尽量避开了。我这几天咳嗽，我都不敢打电话给他了啊，赶快好起来，再打给他啊，发个短信啊就好了。好，今天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